你下辈子的房子买在哪里？作者：福安谷观音阁。我在观音寺认识一个师兄，曾经和我一起住过，四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，在集美医院。他是外地人，去世后亲人也不管他，是厦门的一帮佛友大家一起出钱帮他火葬的。因为他以前在观音寺做义工，培养了一些福报，认识了很多师兄，往生时多亏那些师兄们。当时我有到集美医院太平间给他助念，死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，据说都被撒到集美火葬场后面的山上做肥料了。那时我感觉人死了以后真的留不下多少东西，只是后来观音寺的秦师姐有经常诵经给他。现在的人比较迷茫，所以不仅房价上涨，连墓地也上涨，很多人亲自给自己定墓地，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活不起，死也死不起。这就是一个感叹，世俗人的事情总是纷纷扰扰。我们有为自己买这辈子的房子，这个房子的期限是70年，也就是说只能用70年。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下辈子买房子呢？学佛人最基础的知见就是相信六道轮回，死亡了不是一无所有的，还要经历轮回。当然如果去做鬼了，墓地就是鬼的家，也是相当重要的。但是如果做了畜生呢？猪就住在猪圈，狗就住在狗窝，当然如果是牛马之类的，只能吃草了。如果这辈子不好好修行，下辈子换了披毛戴角，那么我们的房子买在哪里呢？现在的人都给这辈子买房子，却忘记了给下辈子买房子。很多人说学佛人比较悲观，因为学佛人好像不是很重视这辈子，不重视这些追逐世俗。可是修行的人更重视的是什么呢？他重视的是长远的利益。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，除了修行人，但是却无法不去面对。总觉得这辈子过得好就好了。这是可怕的愚痴的想法。我们应该把这个身体拿来做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世界来自六道的人很多，我也见过一些，有些来自天道，特别的善良，内心光明，福报很大，有些来自的欲道，面目丑陋，有些来自畜生道，不信因果，愚痴无知，那来自人道的人有多少呢？佛陀抓起一把泥土，问弟子说，我手上土多，还是大地的土多？失去人身就要大地的泥土，一片辽阔呀，得到人身就像手上的泥土。虚云老和尚往生后，吩咐弟子把舍利子留下，骨灰和面粉一起撒入大海，和鱼虾结缘，下辈子来度化鱼虾。我在广东时，认识一个客户，他母亲也是虔诚佛教徒，和普陀山特别有缘，每年都去，常年诵妙法莲华经，普陀山的每条路几乎都走过，也吩咐孩子死后把骨灰撒入普陀山的莲花海洋，和鱼虾结缘，他也满足了他母亲的愿望。这是多么坦荡的死亡，多么坦荡的人生啊。